啱啦，入嘅時候見到咧呢個百勝威內欄啦，拱翻上嚟咧，然後就係雲中龍啦，一路咧就係北地列馬都跟得相當前嘅第三位，然後馬神留翻第四，俊達即係捐咗落去內欄啦，守住第五嘅巴美咧就係七紅噶，而家咧。 轉馬旁彎嘅時候啦，見到百勝威咧，當然係帶出嚟啦。雲中龍咧就咬住咧呢個第二位嘅啦，跟住咧就有北地列馬留守內欄嘅第三，然後馬神咧就喺第四，最後多少俊達啦，同埋七紅咁啊，去到轉翻中間啊，跑成一字長斜陣嘅。呢只百勝威啊，照例咁放下放下咧，都唔係放得太慢喎嚇，唔肯跑慢馬啦，一路俾佢走啊，佔先有成兩個馬位嘅。雲中龍咧輕輕撳翻住咧喺第二位，跟住有北地列馬，最後多少就馬神啦、俊達啦，然後咧就係。 七紅噶，咁跑咗咧差唔多咧，就係一半嘅路程啦。之前都冇咩變化嘅，而家咧百勝威仲喺前面啦，係咁撒開大步咧，佔先有成兩個馬位啊。跟住咧就雲中龍啦，然後就係北地列馬馬神咧，而家攝咗埋嚟啦。呢個北地列馬埋邊喎，有啲馬擋住佢先。然後就係俊達仲留喺第五位，包尾依然係七紅嘅，差唔多跑完對面直路噶啦，仲有咧八百米嘅路程。而家呢個百勝威咧越放越快添啦，已經咧佔先有成個幾馬位啦。而家北地列馬喺外檔。 走出嚟咧，進戰第二位，雲中龍咧亦都係咧不敢怠慢啦，亦都係頂翻住嗰只北地列馬，一路咧咬住呢只百勝威咧過嚟馬位後邊嘅，跟住先至馬神已經開始推咯，然後俊達反而上翻啲，包尾依然係七龍噶啦，就係專入直路咁滯噶啦，見到呢個百勝威啊，而家俾只北地列馬衝上嚟咧，係白住咁鬥啊，跟住先至有呢個雲中龍咧喺中間上啊，然後就係有外檔嘅俊達啦，然後大外檔有七龍啊咁樣，去到啊最後啊200零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雲中龍越過咗百勝威啦。 跟住俊達同埋呢個七龍中間咗嚟嘅，去到最後百零米雲中龍佔先少少嘅，而家見到百勝威仲有啊，同埋俊達啦喺二三位，個終點啦，第一名嘅就係呢只雲中龍，第二名啊百勝威，第三名就俊達，第三名咧跑得比較接近噶。百勝威真係好馬，咁啊保持翻個第二都係千辛萬苦嘅，突然間就俊達上嚟偷偷襲喎，雲中龍啊贏咗一場賽事啦。 十九蚊嘅毒嘅，就係咁跑啦，一出集就知道佢有。馬神啊，跑包尾喎。俊達咧都係有好有鬥心噶，一路追上嚟。真係，爭啲咧又學嗰次咁咧過只百勝威啊！喂，安德魯好似琴晚又貼埋隻衫。係啊，我就俾人鬧啊！啊，我隔離安德魯。